的。其实我一直是想想一些大心结之外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农场舞蹈。我想可能有些朋友去过贵州啊，到过农场去看过那个阳明山洞。即便是你站在那个山洞外，或者是站在山洞里，能否感悟到农场悟道的一些的重要的内容呢？这样说，我今天呢想把这个农场悟道的一些外部的条件念叨一下子。官宦子弟，学习成绩极为优秀的学霸，年纪轻轻中了进士，来到了北京哈，并且直接呢就成为朝堂上的官吏啊，就是进了京啊，做了官，然后呢风云突变，被打了板子。在朝堂上被停斥，打了板子，贬职啊，贬官。到了农场这个地方，做了一个驿站吧，或者是叫邮电所的所长啊，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它带来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在学习或者是在思考的时候，有些事情啊，就是外缘的部分，我们要有一个深刻理解哈。农场悟道的外在条件一共是三条，第一个是万念俱灰，第二个饥寒交迫，第三个是万籁俱寂。我再说一遍，万念万籁俱寂，这跟毛泽东写《世态论》和毛泽东的某种相似或者是联系啊。当一个人走在巅峰上时候，突然被又打落谷底啊，就容易进入到一种万念俱灰的这样一境界。其实万念俱灰，对一个行者而言，是一个非常的过程，因为我们说止地静安立德，这个止有的时候是需要外缘的。万念俱灰的时候，你想不止都不行，因为外缘切断了。万念俱灰的时候，做止。很多人在碰到问题的时候啊，他不是很开心。其实，有的时候，非要是一种承担重大责任和使命的人，才会遭遇常人所难以经历的坎坷啊，万念俱灰。我相信诸位可能也有经历过一些坎坷，可能到不了万念俱灰，但万念俱灰这种坎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确实是饥寒交迫，饥寒交迫呢，对一个人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吃饱了穿暖了的人是看不见自己的，很难见自己。一个处在饥寒之中的人，饥肠辘辘的人，寒风彻骨的时候，是容易见自己的，是看得见自己的。见自己其实挺难的。万籁俱寂就非常重要啊！
看到那个阳明山洞呢，我其实感受很深。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入洞打坐过啊，禅定的啊经历啊，可能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尤其现在很难得。你进入到某个山洞的深处啊，伸手不见五指，静静的坐一天，不是一个小时，要24个小时。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体会啊，这是很难得的体会。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没有经历过万籁寂静的这种感觉。万籁寂静是个什么样子呢？通常就是没有山洞的话，一般的佛家的修行里边，佛家的修行里边呢，就是以前皇上在宫里修行，他会用黑色的幔帐，或者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连起来啊，通常是三层啊，正南开个口，第一层里边再套一层，向正北开一个口，然后再向向西，最里边这一层向西再开一个口，光是不能拐弯的，所以围三层之后里边是黑的。身体是这个时候呢，也可以造成一个万籁寂静的环境啊。万籁寂静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听得到自己的血流，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和血流如江河般的奔涌。这个时候，你听到自己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的声音，然后呢，慢慢的静下来，开始感受外边的世界，不是感受身边的空气或者是花草，而是感受宇宙的存在啊。万籁寂静才能参天地，这个说起来好像有点复杂。万念俱灰，心寒交错，万籁寂静，它对应的是无欲则止，就是你就能止下来了。寒交错，万籁寂静参天地，在全部完成对自己和对天地的审视之后，开始见众生，生出使命与责任来，如常悟道啊。外在的这种环境的巨变，对人的觉悟或者是感悟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其实在阳明先生被贬斥之后，到龙场开始进行另外一次生活的时候，其实阳明先生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因为他自小在浙江长大，他家里边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高官啊，上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开启一段新的生活，所能体会的实际上就是你在脑子里边的那些神仙术。当然也是学霸，只不过是他这个入学的时间晚一些，但是命运非常。
化的，他对西方的哲学是熟悉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他给毛泽东的先祖不仅是个启蒙教育了啊，在方法论上面，在整个的对世界的看法、世界观啊，什么方法论上面的影响都是非常深刻的，尤其在心学的方面影响是至为深刻的。所以当毛泽东开始经历他人生的万念俱灰、交迫万籁俱寂的时候，他有了种子。在开始就是1927年开始，一直到他写实践论是1937年，在这十年间，毛泽东有三次啊遭遇到比较重大的挫折啊。第一次是上井冈山的时候，这个毛委员的委员没了啊。第二次是在福建的时候，这个政委没了。第三次是从苏联回来的这帮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啊，差不多剥夺了他的除了苏维埃主席以外的所有的职和权全部剥夺完了。像在这十年的很多的弊端啊，他经历万籁俱寂啊，所以他有一个觉悟的过程啊，有一个觉悟的过程。所以等到完成了长征啊，在长征之后完成了东征，其实在延安那个地方并不平静，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他开始了非常重要的总结，他开始上了哲学层面了，开始做分析。然后1937年7月，比那十年1937年8月啊，完成了毛泽东的党评。是在上初的时候，76年小学毕业进入到中学啊，初一的时候9月那放学，然后选了，我是在太原第二铁路中学第100班，还做了班长，做了营中队长，做了这个大队副大队长。所以当时呢，成立了一个毛选学习小组啊，学习小组，那是一次比较系统的开始指导啊学习毛选啊。当时大部分的学习是在一个历史老师的辅导下学，非常有趣啊，因为他其实是讲的中国革命史，但这种原因都是这两个实践论和毛泽东他讲不了。后来呢，我们就请了一个哲学老师来讲实践论和矛盾论，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因为当时讲实验和矛盾的这个老师其实挺有才华的啊，他是教哲学的，道家入手，又开始接触到整个的西方哲学的里边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论的部分。他又熟悉当时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啊，当时为什么要写这两本讲这两堂课啊，这两堂课当然不是简简单单的，其实是酝酿了十年之久的一个总结。中国革命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曲折了啊，就是基本的思想问题解决了。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实践论呢，它主要是要总结1921年到1937年16年建党16年里边的重要的经历啊，这里边主要是中国道路的思考，关于中国道路思考，特别是要总结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政权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意义。这里面有什么
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实践论的要点其实就是反对教条、反对信念或者是反对理性。这要是你学的就是一种大批啊从苏联回来的对苏联的革命理念啊有一点点的了解，所以他们照抄照搬过来，没有哲学训练或者是没有修学训练的人对真理的认识往往具有某种绝对性，这跟我们在投资中发生的问题是一致的。因为真理它是相对真理，它真理应该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真理。主观理性或者是我们儒家的传统就是从孔孟思想，主观理性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真理的绝对性。道家就没有那么绝对，它是客观的唯物主义啊，就是真理具有相对性。什么叫相对性呢？就是真理换了时间换了空间就不明白是真理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关系啊，非常非常关键的关系。儒家呢1976年那时候讲儒法斗争啊，就是法家就是客观唯物主义，这儒家是主观唯心主义啊，法家呢就是客观的。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呢，实践论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啊。实践论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认识问题。其实讲的不是实践的问题啊，就是知性的知，知识哪里来，怎样获得知，如何把知提升到一般的高度，一般的高度就是这个抽象，然后再让知回去知道时间，就是这样的过程。整个时间讲的就是这样的过程，其实它就是我们写的一个复兴的过程。毛泽东呢，因为他在整个的时语言，因为当时我党的领导层三分之一啊，大批啊，从28个博士生可以来，还有很多都是啊有苏联背景或者是留苏回来的。这里边不完全是有真理的绝对性的问题，还有一个。何来理解一段特殊的历史非常重要。实践论就实际上是在回溯这段历史，回溯这段历史里边呢，他把它上升到哲学高度，其实是讲真理的相对性。真理的相对性呢，就否定了苏联的经验的中国的适用性。这个整个的这个实践论的让人感到啊非常震撼的是，整个的这个实践论的这篇著作基本上完成了，夺取城市啊，这样的一条漫长的路啊，并且革命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实际上，这个话题有多么口号呢？就是实就是这是信息的大纲啊，实就是实验时间真的是标准啊。这样呢，其实，在理论上解决了真理的标准，那么就从此来寻
占比，那么掌握整体的人成。在观察事物的时候，一共是三层啊，一个是看，格物致知的看，一个是不是看。清楚之后啊，才能再讨论到超越关系的一种解决复杂关系的一种方法。其实我们是很感谢的，因为在1937年啊，仍然处在非常复杂的战争和这个非常复杂的矛盾之中呢。矛盾论是在一个月之后，大家可能对1937年没有感觉。那么我告诉你，1937年就是卢沟桥事件，就是矛盾论讲的事情，说是卢沟桥事件。到了8月份讲矛盾论的时候，这个国民政府可能就已经开始准备迁都了啊，因为卢沟桥爆发战争以后，全面爆发战争的这个时间呢就越来越近了。实际上是大战在即啊，大战在即啊，国共两党的关系从此啊，中国开始对外侵略去打压啊，当时啊，这气候的变化有不少的山头，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就是怎么往前走？这个时候需要一个超越了一般性的关系利益理论的也一个哲学。
在讨论中国的儒家的学术的时候，阳明先生算是一个转折点。在阳明先生之前，之前通常大家认为儒不能战，就是儒生呢，就是打不了仗。阳明先生呢，让大家知道儒能战，因为在此之前呢，我们认为道家比较能打啊，道家因为他多。讨论心学，讨论阳明先生要解决儒不能战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要知道儒的问题。如果把它当成绝对真理的，就出问题了。因为双高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增长速度比较高，比如说高增长啊，比如说在十以上的增长，中国膨胀也很高，比如说零啊啊，比如说增长十二，通胀是零啊，这个也叫双高啊。这个时候的双高呢，实体一点应该是去做企业啊，创业。如果也是双高，那么通胀在十以上，而经济增长呢跌到十，同样是双高，如果是通胀超过了个位数啊，变成双位数，在十以上，而经济增长呢跌到了 个位数，这个情况在什么时候发生呢？就是在2008年之后，这一大事。在动态的看未来，看过去，杨明先生对心理学的，杨明先生通过心理学对他的干扰，500年啊，可能还会很久啊，因为当儒家传统的中国人掌握了心学，掌握了客观唯物主义，我们将会
万念俱灰，当然有个外援在了。即便是外援，那真正的心得也可以做到万念俱灰。就是让自己把该有的欲望放下来，是处在一个比较轻松的状况，没有背负的。说的一些啊，背负的一些东西啊，是啊，什么的，也是会让别人的看法啊，渴望成功。到贵州，到了农场，你看完了以后，如果想不到万年俱灰，很笑不合万年俱灰，其实就变成农客了。需要吃很多的吗？跳动血管的奔涌啊，肠道的蠕动，可以听到身体的声音，然后慢慢的在接下来之后感受啊，不是用眼睛用我们的那种有个感觉，而是用心去体会。我遇上的失恋和矛盾是对中国革命的总结，那我觉得浅了。其实是毛泽东对整个的，包括自己，包括对自然的一个看法。如果你深读他里边的每一句话，他谈的其实已经超越了革命本身啊，他超越了革命的本身。他在认识，跟杨明先生一样，在格物的过程中认识物之间的关系。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在上升到一个非常今天呢，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本来今天这个日子